国际商务形势如同一盘错综复杂的棋局，困难可能随时出现，逐鹿中原却因水土不服而举步维艰。中智帮您深入了解中国，掌握市场规则，使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中西合璧，智州万物。早在1987年，中国国际技术治理合作公司就在北京成立，是国务院国资委直属唯一一家专业从事人力资源服务的全国性集团公司。中智公司以人力资源服务为主业，以投资与贸易服务为适度多元发展领域，致力于成为中国人力资源行业的主力品牌、企业人力资源整体服务供应商和中央企业人力资源服务主要供应商，已连续多年稳居中国服务业500强之列。最早最全的服务网络，纵横交错的网络结构，中智最早实现以15个重要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服务网络协同作业战略性布局，业务触角遍及全国120多个城市。中智集团已为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多家企业、50多万名中高级管理人员和雇员提供高效专业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其中包括402家世界500强企业，是中国人力资源行业内最具竞争优势、最具影响力的第一品牌。中智上海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中智集团经营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子公司。2007年，销售收入达70亿元，企业经济效益连续10多年呈放射性增长。中智上海公司以上海为轴心，开展覆盖全国的一站式多元化人力资源外包服务，通过了国际最具权威认证机构英国劳氏传奇社 ISO 9001:2000质量认证体系。中智企业胜任能力模型应用体系是中智最新的人力资源管理自主创新研发成果，为企业直接运用系统实现能力模型在人才招聘、培训发展、绩效评价和薪酬管理方面提供无缝化衔接。立足现代智力服务业发展趋势，颠覆传统思维，中智领导人自主创立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管理咨询竞争力价值公式 VHR 等于 S 乘以 C 加 P 的 M 次方。 VHR 即为 Value of Human Resource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价值，等于 S Outsourcing Service 外包服务乘以 C 加 P 的 M 次方。 C Consultancy 咨询，加号代表信息技术 IT， P 是指 Product 产品， M就是 media 媒体。中智上海公司是国内最早实现全国多城市协同作业流程管理计算机化的公司，并率先真正实现了客户终端数据交付平台、雇员服务短信交付平台以及 EHR 人力资源电子商务平台。智源通是外企服务客户管理维护系统，智灵通是行业内第一个成功研发并运行的外企服务全流程业务操作管理系统，智易通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外企服务全国委托管理系统，智祥通是目前全国同行业内迄今为止的首个客户终端交付平台，智信通是行业内率先实现雇员数据信息24小时及时查询，并通过手机短信第一时间主动告知雇员的服务短信交付平台。持续发展，不断创新，领先市场，中智公司创造了国内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内的众多第一，屡获殊荣。
从跃跃欲试的后起之秀迅速成长为行业翘楚，中智上海公司以拳拳之心开拓市场，始终保持诚信、尊重、公正、专业的服务准则，始终坚守中智品牌的先进性与民族性，始终主导国内人力资源智力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在开拓面前毫不犹豫，在创新面前永不止步，在竞争面前绝不退缩。中智上海公司将始终站在中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最前端，以业内巨擘之势持火炬领跑，以时代先锋之貌扬风帆引航，书写中国智力服务第四产业之恢宏篇章。